知道你的，你看你的问题就在于你不够自信，你永远就觉得自己不会唱歌，那然后就被催眠催眠催眠，就你心里面的就唱歌这个项目是你所不专长的，像我明明不会，但我一直觉得我会，到最后就真的会了。没有，没有、欸、没有你是有一些实力，有、欸、对要催眠自己，靠桃子要一直催眠自己，因为一开始是模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好有自信的唱，好吧？好，什么歌？遗失的美好。哦，你不可能。不是啦，隐形的翅膀呀！隐形的翅膀啊！哪里？我太紧张了。我想说，你完全来了一个遗失的美好。隐形的翅膀，同一个，虽然同一个人唱，但不敢吓了一跳，多了，可以吗？那个圣经，好，好，你们就好好表现一下了。好，来，隐形的翅膀，哎。勇敢大声的唱进去，好不好？假设你就是他，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，飞过绝你的翅膀就是说一个人在心里面一个理想目标，是我朝着它去飞，但是我没有翅膀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想你有隐形的翅膀，想象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翅膀的是属于夜安型的，比较不会外露，不会侧漏，不会侧漏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需要的是，你现在有用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休息，刚是不是好像回到你们在唱和声的那？纯的感觉，而且它是用低音来和。对对对，我是要讲低那个低音不好补那个频率，非常和谐。那其实慧文的声音还蛮干净，蛮甜美的。对，而且他们俩的外形真的很像是一个中国跟国外的芭比娃娃。哎呦，跟韩国嘛，啊，对，就是一个中西的合璧这样。啊，不错，佳佳。对，我真的觉得有点感动。你有去过四川吗？怎么跳痛的一个问题？四川那里有一个乐山，又要讲人家乐山大佛，我觉得有点感人，庄严，感人，他觉得感动，听起来蛮感动。你唱完之后，人都被感动了，不是不是，因为他唱歌的表现方式是很诚恳的，对对，不油，很认真在唱好一首歌，对。所以我刚刚就是闭起眼睛来听，我觉得蛮感动的。赖明伟。我觉得那个顺序很厉害的，就是一开始他是和高声部，让那个慧文的那个主歌的部分可以唱得很稳定，然后后面越唱越好，然后那个顺序就推到低声部帮他补，帮他补低频，所以功成身退，非常的工整，良相佐国的感觉，对对对对，哦，厉害厉害，也很顺，很棒，那口碑不错，会不会也要泡脚呢？不知道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能够获得大家的肯定吗？请举牌，来，哦，哎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个叉，对，还是要泡，还是要泡，
好，好，来，哎哎，来两两位借炮，两位，两位，两位，很抱歉，哎哎，请问是两位吗？两位，一位，两位而已，是两位吗？有靠窗吗？一位有抽烟吗？有吸烟，一位走到，一位走到。好，来，不好意思，来来来，请泡，你想泡什么？我想泡，泥浆好了。泥浆，对对，泥浆比较聪明，还可以敷。臭袜可以将它过去啊，泡臭袜。好了，泥浆了，泥浆了，美美女，好厉害了。我们先看好处，好处就是看他泡泥浆，开泡一下。对对对。哦哦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脚都没有味道。不是那个问题，不是说你脚。哦。小心。哦。好冰哦。哎，其实踩起来蛮舒服的。舒服啊，你可以慢慢坐，可以慢慢坐，有一种颗粒感。那就为大家带来这首。未接来电，耶！耶！要未接来电。不接你电话，因为接了，今天晚上会先进去哪？你现在待在哪里？该不会也同样在我领域？门里里有，总里没有，孤独的人抱着棉被在家。门里里有，总里没有，说不想念的泪水脏嘴巴。哎，我不敢接起你电话，哎，怕内心语变大，说不为儿女私情哭，只敢内心里面哈。I tell myself wake up， 从头爬起来。花在雨只为注意相似的女孩，眼眶睁开，只是能跳的存在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我也不是刻意要去伤害那些女生，但冷漠的心好像感受不到其他体温。好吧，算了，错了错了，原谅我的愚笨。我们在面对你，哎，我重新开机，喂，简讯传送问候，刷新关机，被情当作伴奏，开机，简讯传送问候，未接电话，显示荧幕上，早已疏远的你，为何却又轻易丢来电？未接电话，显示荧幕上，你为何却又轻易丢来电？未接电话，显示荧幕上，原本在睡个觉，但是什么把我敲醒啊？未接电话，显示荧幕上，嗨嗨嗨，现在也睡不着了，想起曾经把你抱紧啊？未接电话，显示荧幕上，想念的夜里，我下雨又出现你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